是草原上的雄鹰，央金是高贵美丽的孔雀，佛神赐予他们终身相伴，可谓天作地合，互兼护爱，互施体谅。孝敬长辈德高尚，金山银海取不尽，福寿绵绵，永。 不绝。啊！ 今天收获不少，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是我们热巴人的盐巴和糌粑。来，请大家喝酒。干一杯！干一杯！刀啊！ 卓嘎有句话要对你说，就是到拉萨，达瓦也见不到加措少爷。卓嘎，你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，让达瓦痛苦呢？卓嘎就是不愿意再看到达瓦痛苦，所以才想请求达瓦，不要再想着你的加措阿哥，他是贵族少爷，怎么会爱上热巴？达瓦。 真正爱你的人是你吗？加措阿哥是爱我的，他一定在找我。也许你又要等上十年、二十年，才能见到你的加措阿哥。那我就等个十年、二十年，说不定哪一天，就像上次一样，会突然出现在我面前。达瓦。 抢了我的地盘，可能不管我走到哪儿，都有可能踩到达杰家的土地吧。
我不知道这是谁家的土地，但是你坐的这个地方，有时候我也会一个人来，也坐在这儿。这儿风大，坏心情很快就会被风吹走。难道你也有什么坏心情？ 我就是在想啊，我以后的生活可能真的要变了。你不喜欢这种改变？你不愿意跟杨金在一起吗？杨金现在是刚刚订完婚的女人，从今以后不管你想什么，我就想什么。以后达杰家族就要靠你了，你的心里只能装着达杰家的事儿。 吉让老爷吉祥，大管家老爷吉祥，与老土登大管家亲自相迎，今日十分的感激。哎，老爷少爷现在是达建府重要宾客，理应土登来迎接的。谢谢。家措阿哥，大王来了。
老爷，吉祥。少爷呢？少爷不是到达吉府去了吗？老爷，你不是去看货去了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？老爷，你是不是看到鬼了？对，别吧，我看到魔鬼了。啊！我看到多巴结带着他的女儿，还有那些臭热巴，到拉萨来了。多巴结。热巴到拉萨来了，老爷，多不见热根兄弟啊，我们好多年都没见面了啊！闭嘴！你哪有像贵族老爷关键的样子？你敢叫那些臭热巴是兄弟？去，你给我想办法，把多不吉和那些臭热巴给我赶走，永远赶走！去，老爷，我。怎么赶走呢？我让你想办法。你不是说过吗？你比蠢猪还聪明吗？啊啊！去吧。老爷，我们家的朗生吉珠要和阿旺老爷家的朗生帕家结婚，你的意见如何？好啊，就是结了婚，不能住在我们朗生院里。吉珠生下的小朗生，必须永远属于我们大家家族。唉。我就盼着家素和杨金早点结婚，生儿子，为大家家族生儿子，生好多好多儿子。难道我们大杰家真的要依靠这个家素少爷了？婚都定了，婚约证书都交换了，夫人的担心。是不是太晚了？谁让你闯进普布寺人家的牧场的？我这是借道经过，对不起，打扰了。洛桑少爷是在打猎吧？瘸热家的男人才是真正的好猎手呢。我们担心，那么美艳的猎物，瘸热家的少爷消受不起啊。到头来也会落得像。塔杰老爷一样的校长啊，哈哈哈！哼。对。站住！少爷，
少爷，您这是去大介府吧？我陪您去。土屯管家，谢谢您了，您没事吧？哎，少爷，这句话土屯受用不起，这是土屯应该做的，土屯愿为少爷效劳啊！哎，少爷请。 加措少爷，加措少爷，加措少爷，小姐，刚才少爷来的路上被洛桑少爷打了，幸好土田赶上了，解救了少爷。什么？这个洛桑，他怎么敢？我绝对饶不了他。加措，你伤在哪里？一点小冲突，小姐别在意。 土登，老爷夫人吉祥。怎么回事啊？老爷夫人，普布斯镇老爷家的洛桑少爷带着几个人打了加措少爷，幸好土登遇见了加措少爷，解救了少爷。怎么？ 他们连你也打了，这个洛桑少爷也太过分了。老爷夫人，为了少爷，土登挨两下，这不算什么。老爷，这事可不能这么完了。加措是个男人，别人欺负了他，他应该知道还击。要是这等小事都对付不了，那他将来…… 怎么掌管好达家家族？管不好，那就滚蛋。你干什么去？我去好好教训教训那个洛桑，他欺负你，就是在欺负我。我家措要是靠女人撑腰，那我就真该挨鞭子了。小姐，少爷吉祥。 土屯管家，小姐、少爷、老爷和夫人，请你们过去呢。土屯管家，央金感谢你搭救了加措少爷。土屯不敢当，土屯不敢当。这是土屯理应保护老爷、夫人、小姐和少爷。加措，你要记住，你受了别人的欺负，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。 这是大家家的事情，别人怎么打你，你就应该怎么去还击，不能让大家家丢了面子。尊敬的大姐老爷，加措以为，如果总是这么冤冤相报，那加措以后就只能去打打杀杀了，加措就做不了别的事儿了。好啊，我正想听听，你在想些什么，那就说说吧，老爷。 加措最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办一所学校。加措想做的第二件事就是装一个发电机，让拉萨用上电灯。如果有了电，加措就想做第三件事，就是在大昭寺的街上开个照相馆。加措少爷，收起你脑子里那些愚蠢的想法吧。如果你只是觉热家的少爷，你尽管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但是。 你要想进大介府的大门，你必须把这些愚蠢的想法扔到大门外。你现在必须要做的，就是赶紧到嘎夏去任职。我们达杰家有史以来出过转世活佛，出过三代嘎伦。你从今以后，就是要让自己一步步的走向嘎伦大老爷的位置。
大王，家族阿哥，少爷吉祥，少爷吉祥。作为的少爷，多不吉大叔，是酒的芳香，还是歌的欢唱把你引到我们热巴的营地？多不吉大叔，是佛的指引，让我们在此又相遇了。这里不是贵族少爷待的地方。 你还是请回去吧，阿胖。多不吉大叔，我已经来到了热巴的帐篷前，你应该给我酥油茶和美酒啊，不应该把我推开呀。家族阿哥，这是我们热巴的酒。 热巴的酒，热肠，热肺，热我的心。三碗，阿爸，一醉方休。家族阿哥还是我们的朋友，我们一起喝酒吧，大家一起喝酒。美丽的达瓦的心上人，原来是贵族少爷。 倒酒，倒酒，倒酒，倒啊！给你一马倒酒。 家座少爷满上，尼玛，你想怎么喝？倒下算完，站着的是雄鹰，跌倒的是狗熊。好，来。 老爷吉祥，老爷吩咐。元霸，少爷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少爷不是到达州府去了吗？说不定啊，今天晚上就不回来了。他要真留在达州府就好了。哎，我恨不得家族留在达州府，永远他也别回来。什么？少爷，惹老爷生气了？元霸，你不懂，我害怕呀。啊？ 你赶快带人出去找找，特别是到那些热闹的地方。老，千万让少爷不能看热闹啊！老，去吧，老爸。老爷吩咐。老爸，啊，你去，去有热巴的地方看看。啊，去。哦，哦，对对对，有热巴的地方就最热闹。别忙，明白了。老爷，我去了。去。老。 没事，听着，走走，给我备马。不行了，杜姐兄弟，好了好了，不能让家族少爷再这样喝下去了。再喝了，那又怎样？不就是一醉吗？ 啊！老屈服，来，我不是狗熊，你们是狗熊。老屈服的，别扶我。
你要不是狗熊，你就自己站起来。我就你就是狗熊，我就你就是狗熊，你看我，你站起来，你站给我看。哎呀，你站给我看，我不是狗熊。我是鹰，我要飞。我是鹰，我要飞啊飞，我要飞，我飞，我飞。你就是狗。我飞了，我现在翅膀折断了，我现在鸟都不如。你就是狗。我是鹰，我是鹰。不行啊，断绝兄弟，我看还是把加措少爷送回老爷府吧。这个样子把他送回去，还不知道惹出什么麻烦了，还让他在帐篷里行行走。明天我们离开这儿，他也会离开我们的。刀啊，你妈故意和加措少爷过不去，你该知道你妈的心思。刀啊，加措少爷是贵族少爷，等他酒醒了，就会离开我们的帐篷。要是加措少爷也是个热巴，那我们让少爷变成热巴汉子吧。鱼，前面有帐篷，是热巴们的黑帐篷。彪夫兄弟，你好啊，你还记得我们吗？我不记得你们是谁，我只知道我是绝日甘珠老爷家的管家，便把老爷，我是来找我家少爷的。说，我家少爷在什么地方啊？你们两个进帐篷去看一看。罗斯，管家老爷，里面有个人，但不知道是不是家族少爷。什么？不知道是不是加措少爷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说开，快！哎呀，少爷，你怎么画成这样？少爷，我是边帮，接少爷回府上去。少爷，你看我是边帮，回府上去。我要飞回去，飞飞回去。好好飞飞。我是鹰啊。哦，对对，我得飞回去啊。喂，太君，慢点啊，慢点。飞。啊，飞。啊，飞飞，都不进，都
不是人。我不知道你叫什么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把一个贵族少爷涂成大黑脸，你知不知道该判什么罪啊？慢慢的，把少爷扶走，走，慢点。加措二哥，你叫什么？加措阿哥，一点规矩都没有，要叫少爷。大叔，是我把加措少爷的脸涂了颜料。我想让好心的少爷成为我们热巴。热巴，老爷继续。老爷继续。这怎么回事？老爷，我们果然在热巴的帐篷里找到少爷的，少爷喝醉了。脸也涂成了大黑脸，我还以为是黑脸热巴呢。他竟然进去了热巴那里啊！嗯，却把他关进来，关他三天。老老老，这些臭热巴，我饶不了你们！帕呀扎玛真杰玛真松哦。大王，你妈知道你心里没有她，所以她的情深很忧伤。大王心里只有加措少爷，可是加措少爷不能跟我们热巴在一起。对不起，热哥，请您还是带着热巴们到别处去讨生活吧。热巴四处流浪，要是你不愿意跟着我们走，我不拦你。不，大叔，你妈今生今世都跟定达瓦，跟定您了，你赶都赶不走了。你也看到了，大王有心上人了。是啊，尼玛知道达王有心上人，可是尼玛没有想到达王的心上人会是一个少爷。孩子，你跟大叔说过拉萨有个会跳舞的贵族小姐，她是哪个贵族老爷府上的小姐？大叔想看他跳舞。大叔，他是达杰老爷府上的千金小姐，我们怎么可能能看见他跳舞呢？就是他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，我们连抬头看他都是犯法的呀。大叔，你怎么了？大叔的心里压着一座山呐。杨姐，阿姆拉吉祥。
阿米拉，我在看太阳已经出来了。你是在看嘉措吧？我的女儿，有些话我要对你说。你和嘉措见面不能太勤，更不能老去找他。你是达杰家的小姐，而嘉措不过就是商人的儿子。他绝热干珠的贵族头衔还是你阿爸帮着买的，可我们达杰家是世袭的大贵族。你是达杰家的小姐，就要有达杰家的架子。你越有架子，嘉措就越会到你的身边来。你明白吗？阿姆拉，我明白了。做达杰家的女人不容易啊。杨金，别怪阿妈对你太严厉。你阿妈是让你学会要严厉，要对所有的人严厉，包括自己的男人。阿姆拉，女儿记住了。巴拉吉祥。女儿知道对我说吉祥的话。你昨天晚上知道自己干什么去了吗？嗯，巴拉，昨天晚上我很高兴，我又见到达瓦阿妹了。见到谁了？达瓦阿妹。闭嘴！你知道，这要是让达杰老爷知道了，你和那些臭热巴混在一起，达杰老爷和夫人绝对不会要你了，杨静小姐也不会要你了，我的傻儿子。巴拉，我本不想去达杰府的，是您逼我去的。他们不要我了，那我就解脱了，我就可以留在您的身边，我就可以和我心爱的姑娘在一起了。混账话！要是不和达姐姐联姻，我这个贵族头衔说不定哪天就没了，这个房子也就没了，我们的商号也没了，那你就真是要和臭惹巴待在一起了。巴拉，你这么说以前的朋友我心里很难过，你能忘了老朋友，我忘不了。逆子，你是个逆子，我警告你，你要是再去找那个臭日巴女人，我就杀了她。罢了。您怎么能有这么可怕的想法呢？这是多么大的罪孽呀！嘉措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再想着那些热巴，你要是再去找那个臭热巴女人，我不是杀了他们，你这是把阿爸往死路上逼。电报。诺。老爷吉祥，请老爷吩咐。我把嘉措交给你了，他要是再敢去热巴那里，我就打断他的腿。
少爷。